在今天举个例子，同学，我有很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没答应你的时候，就常对你没答应，他就根据我没答应。第二个是我没带名牌，他也没带名牌，然后就登记我。你觉得纠察队在登记人的时候公不公平？一点都不公平。那可不可以请您举个例子？就是像是他们要来登记没有扎衣服的人的时候，他明自己就没有扎，然后他还要登记别人。同学，请问你觉得纠察队在记人的时候公不公平？我觉得这方面的还可以，只是有时候他们的口气不太对，像是我们就只是忘记扎衣服，然后他们就会凶巴巴的跟我们讲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还会那个很没有礼貌问我们几年级班几号，我对这点不是很满意。好，谢谢。你觉得纠察队他们记人公不公平？不公平。那可不可以请您举个例子？就例如像有时候纠察队如果遇到认识人，就故意不记他，好，谢谢。那他们遇到不认识的人会故意去记他吗？有，就是就像有时候你跟如果没人跟他打好关系，他会故意记你。那就是我们有访问了六年级，就是有关于自治会的卡，还有纠察队的卡。请说。然后我可能有统计了两份报告，是，就是主要是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自治会跟纠察队，主要是纠察队在执行的时间并没有很认真，有嬉闹，打架，是，所以就想说要怎么改善这个问题。老师觉得如果说你们就是说，其实你们有看到他们在执行的时候有打闹、有嬉闹的事情发生了，老师觉得你们可以过来跟学务处老师反映。其实有只要有反应过的话，老师都会处理。那这个部分我下次，这个我等一下就会去把他们那些同学再好好的处理一下他们这些状况。好，老师觉得你们做这个很非常详细哦，很好。OK， 好，那没有问题，那就先这样子了。谢谢老师。